您是否知晓纯美的女神伊德丽拉？其实本来不准备抽霍霍的，银之大帅哥也不是我的菜，但是崩铁制作组明显不准备放过我， 1.5 仍然花活迭起，让人目不暇接。首先是霍霍，本来这个倒霉模样完全不是云哥的叉 P， 但是没想到霍霍跟寒鸦都是十王司判官这么个职业。云哥从小就喜欢鬼呀、神儿的阴间玩意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云哥，咱们首先看一下崩铁 1.5 卡池，上半霍霍领跑，陪跑单横西路瓦阿兰这三个倒霉玩意儿，下半卡池银之领跑，银狼复刻，陪跑四星寒鸦灵宝复合这三个牛逼角色。好吧，来看一下具体技能，霍霍一技能一次奶三个大招，给队友回能量加攻击。啥角色设计的，能奶还能拐，这不超级加速角色吗？他的抽取价值其实主要看数值，按理说差不了，不过奶量相比罗刹应该还是差点意思，但是这个大招有非常强大的战术价值。他和罗刹之间的差别就在于罗刹大招可以打人，他的大招可以拐人，双方属于不同的赛道。强度不足的萌新推荐抽取，老玩家走叉 P 即可。银之情况也是一样的，作为一个物理法师，敌人数量越多，银之能力越强，给自己拐回能和暴击多少有点机制超模了。虽然强度数值尚不明了，但是角色机制非常好玩，不拿可惜了。偏偏下个版本有云哥志在必得的雪衣和软梅，星穹多少有些吃紧，但是寒鸦却是一个非拿不可的超模角色，大招拐速度和攻击力，一技能给敌人上 debuff， 红鞋的加速角色，忘却之庭超模，模拟宇宙没啥用。整体来说，云哥在这个版本寒鸦至少要捞一只，剩下的星穹全部留到下个版本拿软梅和雪衣，大概是为了呼应万圣节的惊奇搞笑氛围。 1.5 的活动又是怪诞捉鬼怪谈，又是运营贵奶粉社交账号，让人看到就想玩。新剧情、新地图、新角色、新活动，今天先把对话码放评论区，具体的后边再聊吧，欢迎大家来直播间扯淡。